过五一再搞一次，对，看你买啥，嗯，都是些素菜，我靠。哎，说话。拉屎了。爽，看我土匪二世，我靠，帅吧？这就是曾经非礼一个女生，我靠，被人抓的。我这还能骂什么？这还有证据，我靠。他是啤酒抓的呀，我靠。他拿那个啤酒瓶子把我抓了一下，我。花了，把你给花了。干，搞得老子吃饭都不好搞。我这。这里这以后这几个星期可能就变倒霉了。嗯，我还要复试，我还要找你们开学报告。开学报告就早点怎么样说啊？工作需要，研究你那个什么果蝇儿，把玻璃瓶打碎了，割到嘴巴了，因公负伤，叫他给你赔偿点钱。我也不是搞果蝇的。啊？果蝇救兵。我这是搞什么？反正就是洗瓶子，你的试管破裂哦，一下蛋溅到嘴上去了。在心里面赔钱，多买点保健药那些。还买点性保健呢？身边医生买性保健干毛啊！我靠，老子喷了哈。因公出场噻，为毕业设计献身。加工技师。行了吧，拿苗子干一杯。你都是我的冬瓜呢。那些菜都没熟，冬瓜萝卜都没熟。这个是食神，我介绍一下嘛。我靠，玩食神啊！就看你今天了。我是网神。你们麻将神？你笑神？你个赌神我靠！光输钱吧，还赌神我。反正今天吃的没感觉。昨天你20块钱我给输全输没了，还倒了20块钱。爽你这输钱的。反正我是高利的，赢了也是我的，没赢也有高利的。输了也是你的，哦。高利的俩小孩。哇，真难受姐。就是他不能要求个牌子。